太大昂用力夹住小鲑鱼的鳍，高兴地说：“嗨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！”啊，没想到小鲑鱼尖叫一声，甩开小花，一溜烟游走了。哎，小花叹了一口气，它走啊走，看到虾子走过，就飞快地冲过去，伸出双臂，用力夹住虾子的脚，高兴地说。嗨，你好啊，好痛哦！哇，虾子的眼泪都喷出来了，用力推开小花，连弹带跳的逃走。小花哭了，她想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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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是谁在叫救命？小花转头一看，啊，几只鱼儿被鱼网网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家急得游来游去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小花冲向前，伸出大昂，捡捡捡，把渔网捡破，救出大家。网子破了，快跑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谢谢你，小花，谢谢哦。大家一直跟小花谢谢，觉得离它远远的。小花忍不住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讨厌我？”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虾子说，每次你都用大昂把我们夹得好痛，所以我们以为你是故意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从此小花妹妹妹大昂热情地跟朋友打招呼，不会再勉强人家跟她握手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。